你知道寡人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，你入宫已经一年了，你我从没夫妻之事，那是寡人对你的尊重，寡人现在就想要你，给吗？ 还是那么喜欢咬人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要尊重我，那是寡人拿你没办法。寡人就是这么情不自禁。 你今天不与寡人共寝，寡人明天还来，寡人一定会等到你心甘情愿与寡人共寝的那一天。